基沙特斯坦左桥渔港加作第三座新雪桥新建湾江社土店的。由自山德山团造桥义工团伫后壁区新动力所兴建的新雪桥，经过两个月时间，总算完工，并选伫十二月十号即天举行社土典礼。这次感谢山神土地伫建造过程的保庇，予一切会当顺遂。八月吼开始第一届造桥吼，啊，这条桥经过两个月的时间，啊来。建造费吼，伊个九十万吼，啊，真不负众望啦！啊，咱台湾全省吼，即个迄个造桥义工家族即个迄个长期的支持者吼，啊来诶期望来下底吼，啊咱来哀托，啊来完成，啊来简单，啊来拜拜，啊来即个义工吼，有一个迄个心理吼，啊依归，啊大家更加平安顺遂，啊即个乡里会行路更加平安顺遂。虽然桥梁已经完工，但是伫造桥过程当中，若是对当地居民造成任何不便，自山德善团也特别再次道歉，希望乡亲体谅，同时也盼望有更加侪人看到义工团的努力付出，并且愿意予因支持甲鼓励。啊，咧自山德善团造桥义工，伫即个施工当中，但不后来即个环境有来。对大家吼，甲不便的所在，望求吼，啊，即个乡里大家来原谅，啊来啊，阮鼓励啊，自山德善团造桥义工家族来继续拍拼，啊，咱后抓会去后礼拜要来德佳，要去仁寿村，要来做新光桥啊吼，啊，望求大家啊来继续支持，啊，阮义工家族即个。做义工三四十栋的老义工，爱欢喜啊快乐，多谢大家。所以自山德善团做桥义工，将伫家德佳林秀村的星云桥集结，为地方邻里做桥，希望每一个所在拢有个较好的用路环境。咱的新闻台阿三台英雄后壁区彩虹报道。山德善团赞。